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 Joy。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庆琳。今天我和庆琳要聊我们外国朋友来中国工作的趣事。庆琳，你一定有很多外国朋友。没错，我有很多来自于国外的朋友。那他们来到北京工作或是中国工作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他们非常喜欢跟我分享工作趣事。那在前几年呢，我就有一个朋友，他非常兴奋地跑过来跟我说，庆琳，你知道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爱的工作了。哇哦，在北京吗？没错，是在北京。竞争对手很多哦，是什么工作？就是国际学校的英语老师。哇，国际学校的英语老师真的很不好当，而且需要很多的推荐信，还有其他的老师推荐在美国的经验或是国外的经验。结果他有去这个学校吗？他真的非常的努力才获得这个机会。他最后呢也是有去到这个学校，但是跟他预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第一点，他觉得他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哦，专业的团队，所以有人帮他准备教材，一起讨论教学内容。OK， 听起来是 OK 的，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而且第二点呢，他觉得他应该有自己的教室。在国外的老师一定有自己的教室，准备课程的空间，但是中国，我们都知道不一定哦，有一点难，对不对？有点难。那你听到第三点的话，你更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哦，因为他觉得他在学校里可以享受到酒店式的生活方式。哈，是有人要帮他倒垃圾吗？倒不至于说倒垃圾，但是可能他期望的太好了啊，他觉得自己在中国可能是外国的老师，比较特别，比较特殊一点，那学校的领导应该会给他一些特别待遇吧。吴先生您好。对，你好，我是这里的经理。是，这是您的行政套间。好。需要我介绍一下房间的设备吗？好。这房间是非抽烟的，需要抽烟请到室外。空调可以在这里调。温度是按这两个按钮。其他的电子设备都可以用平板控制。需要我说明一下吗？不用了，我会用。 WiFi 的账号是您的房间号，密码是您的姓氏。如果您需要无线猎鹰服务，可以打电话到行政酒廊的前台，他们可以帮助您。请问还需要什么吗？哇，视频当中的内容真的非常的豪华，我朋友的际遇真的是天差地别啊，所以后来他一定没有很开心。哇，你已经预想到这个后果了。当他到达这个学校的时候，他非常的失望。根本就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帮助他。我只能说来中国工作必须要入境随俗。比如说备课的时候没有人帮他，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包括教材也是要他自己来准备。哇，那美国的老师，国外的老师一定觉得这样子压力太大了。那他有跟学校反映过说，为什么教材也要我来准备呢？校长说，因为你来自于国外啊，我聘请你就是因为你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东西，创新的东西，你们国外的东西，那个才是我来请你的原因啊。所以他们期待这是你应该做的，老师就不这么觉得了。没错，所以他非常的失望。结果他后来留了几年？最后其实他还是有工作满一年之后，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他觉得还是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工作形式和工作文化，他就离开了，就不适合他了。所以我知道国际学校的合约通常是两年，那他一年离开他没有违约吗？哇，你真的很懂哎。没错，他的合约呢的确是签的两年，但是现在中国的合约已经非常的国际化并且人性化了。只要甲方乙方他们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之下协调是可以解约的。不过说到合约，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状况是写的跟做的不一样，你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我真的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像我上一份工作啊，在签合同的时候，我就非常仔细的一条一条看，就生怕会有自己疏忽的地方。那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呢，就是说，请按照公司上下班时间来进行工作，结果他没有写上下班是什么时间吗？对，但是我就是很纳闷呢、啊。请问你的上下班时间到底是几点到几点？那老板给我的回应呢，更是非常的奇怪。他说，我们会根据每个季度的工作情况来做调整。哇，那你不是很辛苦吗？没错，那我的工作时间就真的很难拿捏。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合约跟国外的一些合约上的一些差异吧。我发现其实外国的合约必须要看每一个条款，非常清楚的写里面需要的要求，但是中国合约有时候含糊带过，所以看了等于没看，结果有没有违约也不知道，公司跟员工有没有违约也不知道。所以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可能你在国外的合约有20页，对，但是在中国的合约可能只有3页。对对，结果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的工作没有写的合约里面？然后老板就会跟你说，没错，没有在合约里，但是我现在跟你讲，你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哇，这个工作文化真的差异太大了。我作为一个制片人，我连女孩子真真正正被 fire 掉我都不知道。我们并没有骗模特们过来啊，我们并没有对模特做出任何承诺，是不是？首先第一点，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合同18天，我想要你给回所有女孩子18天的钱。看起来确实有点夸张，但是是现实生活会发生的事。说到工作文化，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聚餐文化和酒桌文化了，你知道吗？啊，聚餐文化一定是在下班的时间和同事聚餐是吧？没错，有的时候下班之后，有些外国的工作人就觉得，哇，我下班了，我要回家了，我要陪我的小孩，陪我的先生了。但是这远远没有结束，下班就代表着我们同事之间要开始联络感情啦，我们要一起出去吃吃饭唱唱歌啦。那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离职了啊，因为这个酒桌文化，不是，因为聚餐文化。因为他呢是一个妈妈，他有2个小孩要带，他每天下班之后心里想的是赶快冲回家，我要抱抱我的小孩了，但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他有的时候自己回到家里，心里想的都是，我的同事还在聚餐，他们在聊了些什么，有没有重要的案子，对，会不会我错过了什么关键的信息。他在家里的时候， Hello, we are so glad that you're enjoying this video so far, but you're not getting the full lesson here. The full lesson and the rest of this videoare available on our site, ChinesePod.com. Give it a try and see how much more we have to offer. We have exercises, expanded examples, vocabulary, and downloadable material. You cannot get that here on YouTube. So visit our website today, enter GRACE as the promo code, and get 20% off our premium subscriptions. I'll see you at ChinesePod.com.But hurry, only the first 300 subscribers are allowed to redeem this deal. Use promo code GRACE for 20% off your entire premium subscription and launch your real learning experience. ChinesePod, ChinesePod.